现在开始凯格拉斯关卡四的组装。在组装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所需要的零件，准备好螺丝刀和钳子。第一步，我们首先将螺丝24依次穿过所有的零件。在所有零件穿好以后，我们将 M2 稍微拧紧稳固。待 M2 固定以后，我们拿出钳子，夹住 M2，用螺丝刀将螺丝拧紧。待螺丝拧紧以后，关卡四完成。